你感觉得到吗？啊！知道，嘉佑，我知道。你快点好起来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好吗？我求你了，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晚了，他再也听不见了，再也不会醒过来了。加油，加油，你醒醒啊！加油，加油，你醒醒，你听见了吗？加油，我是新人啊，你醒醒啊！加油，加油！这一天我等了18年，我有事找你帮忙，你赶紧帮我查查18年前我生孩子时候的资料。高翔的血型跟家乡和欣然的不合，当时老公第一个接触孩子就是说，现在的高翔跟您18年以前抱走的那个孩子不是同一个。知道灵魂蛋在哪儿吗？孩子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你们认错人了吧？妈，我是高翔的妈。